未来的二大爷打声喵啊，喵啊，来叫他喵啊，喵啊，喵啊。锦州话来，还打不喵呢？学一下。我现在带你去吃这家，这地儿真大呀，起名叫热干面大王。一般人我从来不这样，你来了我就给你买点配菜，来点牛肉，来点牛筋，来点肚子，再来点平常心，再来点这个，来点这个。手骨能半个半个卖吗？一个就没事了。就掰开，就掰开，能半个吧？能半个买吧？啊，可以吧？对，我请朋友吃饭，我得大气点，可以吧？我就绝对了。半个手骨行，够了，可以吧？够了，够了。半个，然后切成四段，我们一共四个人。来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就只能给你们打打保龄球啊。不是你在边上那个头摆那边了，谁能打？哎哎哎，就这么近呢？那不肯定全都干。你别怪我呀，我又不是白金，老感觉白金在后面站着。没有没有，我就上阵了，知道吗？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客人，我就直接倒最后一个，前面一个。哇！哎，这没事吧？有事儿出门也是我，没关系。就有你这话，我就招待客人，招待客人。